你有用手去检查过人家肛门吗？没有。你们会拿警铐来打那个犯人？然后不会啦，不会拿。电影都这样演，没有啦。那你有没有看过那种长得很无害，比如长得像我这样，结果领子里面全部都是跳蛋子？不是这个意思。然后那我们这边看 X 光也是有看到一些很害羞的东西啊，像什么像什么跳蛋跳蛋。对啊，而且是一群空姐这样，他们放了行李，然后哦好。以前我有看过类似红外线扫描扫下去。的感觉，我看一下我自己，我发现我的奶非常的凸。全国的检察单位变成说，我小到旁边一个派出所不一样，所以可能有人习惯装备很多的，然后突然掉过去，你只能穿吊嘎之类的。有可能是，或者说连辣椒水东西都要自己买。等一下，辣椒水要自己买自己调哦，有买辣椒粉的，应该说会有公发，可公发还是不辣，是不是小辣？或者说大家会觉得啊，公发很大，全部腰带放不下去，那我就用自己吊。